然后现在回公司把 vlog 剪出来。Hello， 晚上好，我是安安。我经历了一番波折，明天我终于要去实习的地方报到了。我现在是在实习，已经在实习的公司给我们租的房子。我在去实习的路上，超期待的，我人生第一次上班呢，嘿，加油！公司的食堂吃，现在去看看厕所跟茶水间。这是厕所，然后这是茶水间，还有咖啡机，这是直饮机，然后这是换衣机。星期六，然后我们有一个聚餐，我们现在聚餐结束了，然后刚才在旁边的商场买了一些东西，还有自己的下午茶，然后现在要回公司把 vlog 剪出来。博主日常，太阳好大，你看后面这个彩虹好像西门町。来一家酒吧坐一坐，这是我的新加坡司令，是我最喜欢的鸡尾酒。我在盒马生鲜买了一个椰子，然后现场开了，我就可以直接喝了。